哇，我们Tony安我爸真的很童颜呢。26日晚间，他出席品牌活动，简单的条纹上衣配黑裤，跟以前一样帅气，果然是传说级的偶像。李云言先竟以一袭粉红碎花洋装现身，带着甜美微笑，就像是春天精灵一样。而原本预计出席的演员金沙朗，因为前几天发生事故，正在医院休养，没有出席，但还是有许多其他明星到场。